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Boy Story。然后我们也是刚刚到无锡嘛，刚刚去那边做了一个核酸检测，现在回来准备分房间。就不用分，我跟双一组就行了，因为上次 Beside2Story 我都已经跟他说过，双也答应了。哎，可是我说我没说过，可是我的行李和他放在一起，凭什么？箱子就是两人一起。齐哥如果想和这样住的话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对的，所以说那我就跟他住就不了啊。但是我是这样，行李分来分去有点麻烦。对，我也这么想。那凭什么我不能跟他们俩？只要您的话，我一起住不行吗？三个人就我那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们还是来公平一点吧。咱们还是来公平一点。我们来就用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吧。不行，剪刀石头布不要了。检测比较好玩，我也觉得。其实你觉得行吗？我觉得行，而且如果我赢到最后的话，我不仅要决定我跟舒阳一屋，我还要把你们所有人的房间都交给我来分配。啊，就是最后一个赢的人就来分配，对吧 ？OK。那未必你能赢了，来吧，未必啊，未必你能赢，未必。我也敢，先来，敢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哦嘿。我跟龙哥先出来，我跟龙哥先出来。哎，你们四个点。我觉得分派的人很可能是我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这叫做天命吗？怎么叫做天命啊？我咋没听懂？还有剪刀布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我居然没有搞懂一些。韩宇上，把我跟双安排在一屋吧。别，求你了。既然琪琪诚心诚意的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，别啊哥，那我就决定我和琪琪一屋，我和琪琪一屋。哥，赶紧坐着，赶紧。之前呢，咱们分的配的房间都是什么大小大小，一个大的带一个小的，这次好像也是一个大的带一个小的。那你放配其他人吧，在我这一般都是小的。你其他人的话，我一般带要不舒漾和小雨一窝狗狗吧，他们俩都我俩箱子在一起了。那证明什么？不对，是我赢了吧？是你赢了，是你赢了。但您这当队长说的话也不算数哈，您懂吧？我可没有说让你们两个在一屋。要不你们俩一屋怎么样？你和小雨，我跟这个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可是原因就是我跟狗一个箱子。可是我觉得箱子的话可以麻烦一点，没有太大关系。哎，我这个人从头到尾就从来不想找别人麻烦。找茬是吗？那这样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找茬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那就明瑞和泽宇就我啊。找茬是吗？不是。哦，那行，那就随了你的愿，那就新龙和小雨一屋吧。好的，好。那龙龙跟小雨，你俩好好加油。还是队长在场。我没有说你们两个一屋啊，没有说三个人不可以住一间房。哎，那意思就是一个人可以住一屋是吗？你也可以这么认为。哎，贾宝哥，就是你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跟元猛哥一屋啊。这有可能要把你扔出去。行，那就龙龙和小雨一屋，然后那个狗狗和舒阳一屋吧。队长，这个选择，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我非常赞同。那你为了方便行李就是这样啊。好，加油。Boy Story 队长求为你，我真的非常荣幸，真的。第一次我们分房间竟然能这么分。奇怪哦，非常 peace。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去收拾行李吧。走，拜拜。今天嘛，咱们就拜拜，拜拜了您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瑞，我是舒雅，今天非常充实，对，从早忙到晚，然后，真的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挺好的。然后今天我们不是正式，手机屏太大。今天不是公布了我们个人微博嘛？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点点关注。大家可以搜索 Boy Story， 然后任舒漾、洪瑞、余泽宇、何兴龙、李子豪、贾涵宇。对的。怎么你要趁机说一下安利一波？哥，哎，就是比如说大名吗？就是有点不服的地方。嘘，别说，不要拆穿我。懂你，好吧？懂的都懂。嗯，今天我们八点多起来，然后也是
就是对了一下流程嘛，就大概直播的一个流程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化妆，然后走绿毯，走绿毯特别特殊，走的是绿毯，第一次走的绿毯，还挺好玩的。希望第二季制我们可以当一个，就是能参加第二季的炽热的炙热的我们，对的。然后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就是24号嘛，对，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然后。过几天我们就要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做准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非常期待这次的 BBUWAR 了，就是因为就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活动。没错。然后我最近也有非常努力的吃饭，然后不会瘦成精神小伙，放心吧 ，boss 们。行吧。对的。吃饭其实不用担心吧，吃饭这一方面。BOYSTORY 很在行，我们拿捏得稳稳的。对的，没错。我你这手机太大了。在干嘛？你行李收拾完了吗？刚收拾完。都收完了吗？还差什么？还差洗漱的东西吗？是的。啊，麻烦您帮我签个名好吗？好的，你是我的忠实粉丝。有没有你想喝的？确实有点渴了。想喝的是吗？好的，现在拿到了这份签名，不得不去给我们小雨去拿一瓶水。你要什么水？我给你拿一瓶好喝的矿泉水，好不好？给你。开心吗？觉得今天？今天挺开心的。我怎么感觉你没吃饱啊？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最后，我的，哎，你面膜明天早上还敷吗？不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，你来看。你知道那个抖音吗？拜拜。有没有想跟 boss 们说的？我想跟你们说，早点睡觉。有点狗不认识我。Day two。先一种，一种。大早上起来，坐到这儿。感受早上起来的这个微风吹在我的脸上，这就是养生啊。风拍打着我的身体，阳光洒落在我的脸上，乌云密布，一切美好的景色都进入我的眼里，都映入我的眼帘。怎么样？这两天觉得很累很困？这段时间很累很困。boss 们，我前几天眼睛被蚊子咬了，气死我了，太可怜了。我因为这个炙热的我们。来做评审其实还蛮期待的，结果当天晚上就被蚊子咬了，然后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把它直接打死，然后我就从网上去找了那个查那个消肿的方法吗？治包的那个方法，然后我晚上就起来去拿了冰水，自己去厨房切了大蒜，
然后拿洗面奶和肥皂都涂在眼上，就为了转天消肿，结果明天更肿。但现在看起来还好是不是？现在已经好了。